婴儿湿疹怎么办？婴儿湿疹从本质上讲，它是一种过敏性的一种疾病。它可能就是和母亲的，就是如果是母乳喂养的话，它可能和母亲的，就是进食的食物有关系。啊，这时候的话，母亲要回避一些就是可以引起过敏的一些食物，比如说就是海鲜呐、啊。还有就是，蛋奶呀，还有就是坚果之类的，啊，另外就是，湿疹，我们要保持那个婴儿的那个皮肤的一个就是，清洁和就是，保湿，啊，可以用一些婴儿用的一些就是护肤品，啊，另外就是我们要保持环境的温度的适宜，啊，就是环境温度不要太热，啊，另外还可以就是。还要注意孩子的就是，包被啊，也不要太热，啊。另外，如果是就是，牛奶奶粉喂养的孩子。